锵锵三人行。哎，那天咱们本来说了啊，就要讲一下这个上海男人四个老婆，上海男人不是都有四个老婆的事儿啊，结果说仁波切说的没完了啊。但是这个仁波切这个咱们还可以回溯一下，因为那个就是最近他很多人在问，就说仁波切能不能结婚生孩子。嗯，其实我据我所知，我不太了解啊，我也是看的，就是说你出家人是你发誓出家了，那你要守这个比丘戒或者什么戒，你是不能够结婚的，对不对？但是呢，也有这个在家居士，或者叫藏传佛教的说法叫瑜伽士，那么他们是可以结婚这个生子的，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嗯，对，徐老师同意？不知道，不知道，这要问文道。对啊，那他们在家也穿那些那个僧袍吗？那种，还是就普通人的样子？我觉得都可以吧，可穿可不穿吧，啊，但是呢，咱们那天不是讲到，就是说现在不是说有总有个别的。我有一个好奇，仁波切的信徒以女的为主啊？嗯，你提出了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这不是是不是不是以女的为主？我跟你说，我知道的有一对夫妻啊，他就叫最后哎，夫妻俩人的关系就升华了，他们跟着一个仁波切吧，共同修行。哦，很有名的这对夫妻，到最后他们自己讲升华了，就说因为我们也不要夫妻生活了，但是我们叫他们叫什么同参道友啊，我们跟着这个上师，跟着这个仁波切，我们两个就是也没离婚了，可是实际上我们之间都没那个事儿了。那么我们跟仁波切，我们就是革命同志，不能叫革命同志，为什么非要那样呢？我们就是同志了。同参道友，因为他们的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就超越了凡人的这种男女欲望了嘛，嗯，对吧？那么禁欲了，但跟仁波切也没啥啊，跟仁波切也没啥。你的意思都释放仁波切，就是我们不明白的这里面东西太多了。我一个朋友他是做那个微信的那个管理员，天给我发一个，有一个那个仁波切就发给他说要他建了一个公众那个微信号。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我怎么认证你呢，就这个问题我怎么能认证你。嗯，我觉得真是这个东西呢，一个仁波切，比如说啊，好像是分人群的，你注意到没有，好多娱乐明星他们都共同去怎么说呢，释放呢还是信仰啊，一个仁波切他是互相间介绍的，商人那儿呢他又是个，比如说某个行业的商人，你会发现哎，他你介绍我介绍你，哎，大家都信靠这个仁波切，就是他都是有分门别类的。那个境界高的，当然我们都非常佩服了。但是那些朝阳区冒充仁波切的，我觉得对他们来散养仁波切，对他们来说，要是不能结婚又不能接近神，那就好像能源系统的干部不能贪腐一样，这不是浪费了吗？就是，对不对？我就是这么说吧，我不敢说，咱们不要轻易说这个仁波切哈，不要毁谤了人家的这个信仰。但是我确实是觉得，今天中国的大地上啊，这个神棍横行，或者说是准神棍横行，甚至于有些东西没有打着巫婆神汉的名义，他哪怕是个企业老总，他也在企业里搞类似于邪教一样的个人崇拜。对，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民智未开的任务还没完成的一个表现吧。原来那个大师王林嘛，不是就这两天新闻说又发现在深圳躲着吗？没躲着啊，没躲着，现在是，啊，对对，现在毫发无损回来了，好像没事了。嗯，这确实是大师，对，嗯，确实是大师，对，确实是啊，这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利用人的这种容易被催眠的这种心理。你刚才问是不是女信徒偏多，我不懂这个事儿，可是我还是要讲那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看到的那个年轻偶像他们的粉丝。有男生啊，当然也有男生，有的是男生居多，但是就以我有限的见闻所见，好多在机场啊，你看迎送的那种，我觉得怎么都是女中学生呢？大多数都是女孩子呢。你要问我这个问题吗？对啊，我很难回答。那你是女的，你想说什么？就是说我觉得女的，你是觉得更没有判断力呢，还是说比较容易跟风呢？比较容易就是说我自己不做判断，就跟着大家头脑发热，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呢，你知道，从性别上来讲，我很难回答。你知道，实际对于佛教来说啊，它还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说女人修行啊，
更难，比难的更难，对吧？就好像说你这个净土宗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女的先要厌患女身呢、啊、就是你先要哎下辈子不想做女的了，这是个基本的条件。就因为那么有人讲这是跟历史时代那个时候男尊女卑造成的这个有关系，但是也有人讲呢，就是在修行路上确实女的就难度更大，因此据说有那个信奉那个双男女双修的人讲说，那有些仁波切他是大发慈悲，他觉得女信众啊修行成佛是这么样的艰难，帮帮他们吧，双修一下吧，帮帮忙，对不对、啊？帮帮他们，就是是这样的，下定决心、嗯、不怕。就是说，孔子游黑森林，不是唱歌第一，他说人生八大乐嘛，说他的人生第一大乐就是他是男人嘛。哎，从那时候就觉得男的一定是比女的更快乐了。反正呢，就是有的男的就靠骗，你知道吗？他才能骗一堆女的。现在就有一个上海人，我们又可以展示一下。又回到那个，哎，你从上海回来，你都没听说现在这几天传的这个火呀？你先看他的名片，徐老师，这个上海男人很有意思，现在已经被抓了，他涉嫌诈骗，骗财骗色，四房太太，四个老婆，好像生了几个孩子，长期拿着这个名片，汇丰银行的董事，你看后边还是航空俱乐部的，帆船游艇俱乐部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有没有这么一个专业，政府公共行政学教授？我还不真不知道。哎、这哥们儿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我为什么觉得有意思，因为有一段视频，这个视频采访他呀，他满嘴跑英文，满嘴跑英文的这个状态让我觉得非常好玩，你可以看看。去年前年我做了好几个大的开始，我跟你说一句老话，埃斯特特王斯茂昨日不再重现，在我这地方的性格就是无法力程序履行手续的性格。我呢是个 lonely 的人，是非常非常一个孤独的一个人，因为我是对情感对 feeling 和 emotion 啊有着无以崇高的一种追求，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看来我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很 culture 的，就是非常文化非常传统文化的一个女孩子，像 slack 一样的女人， slack 一样傲度的女人。他的口音不像上海人呀，徐老师。对，也不像，而且英文也不准。嗯，英文也不大准。是，嗯。但是你看，他现在主要是犯的算什么罪？他这种重婚，他跟其中一个女的都诈骗了什么几十上百万了啊、哦，都要钱啊，就钱。所以基本上主要的罪状是一个诈骗犯。最近那个十七个女友的那个正式被刑拘了嘛？十七个女友，她也是涉及到诈骗嘛，骗财嘛。所以他不光是情感的问题啊，像他那个自己说的，他主要是钱的问题啊。你说这又落到你说的这个女的就容易上当，你看又被人家，对，哎，我不知道，我觉得女的还是比较容易相信某一种梦幻结局。我真的没有，就我不敢说瞧不起女的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不要搞歧视，可是我说的都是有根有据的。有一个犯罪心理学家常年在做监狱的研究，他亲口跟我讲的，他说我到那个女子监狱去看了、啊、他说你知道，就说这个女子监狱，你听听这些女犯人犯罪的那个情节，他说相比之下真的比男犯人那个智商啊，那个智力啊太 low 了，你知道吗？他亲口跟我讲，他说这个女的就是你又说弄不清她怎么会这样犯罪，其中一个原因比如就是情感，男的让她干什么她就去干什么呀。对，我觉得女人就一碰到情感的事情可能就什么都懵了，确实这样，他看这个人看这个世界都不一样，会这样的。你们男的就没有是吗？不是，但有一样的，都有蠢货。但是你要蠢货，你当然你也得意识到，就是说像义军这样的，哎，他女人当中也有优秀的，他都不都是那样的。没有，我觉得碰上事儿，这就是当局者迷，我觉得很难讲的，很难讲的。你说要讲善男信女嘛，是不是讲女人就容易相信呢？哎，是不是？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词儿跟他有关系。善男，男人像好人嘛。但是我是觉得，就说咱别光说这个，有些个骗财骗色的，哎，这个他骗了个女人一点钱，或者骗了个这个四房太太，咱就已经叹为观止了。但是我要把这个话题转到哪儿啊？那真的能上吉尼斯记录的一个医院。的院长，这你知道吧？双百方针建在对，我看见双百套住房，
一百套住房，一百个停车位，还加3500万，这怎么摊呢？还有拿回扣，要10%都是啊，跟那个蒋慧峰是情况不一样。蒋慧峰是靠个人才智单打独斗，那个是公权力，那个双百的那个，他那个那边房子倒也不大贵哈，总共就八千万，一百套房子，那平均下来就是也不便宜了哈，也80万100万了这个房子。问题是他谈这么多，周围的人都应该知道啊。他好像是因为他们上面那个叫什么白恩培啊，就落马的那个原来的云南的那个省委书记吧，就说明现在打苍蝇是有效果的。就除了上面的，现在这就是这些，对吧？跟群众的这个医疗啊、教育等等相关的这些行业也是在打。我比较注意的一个细节是什么？他是云南原来的云南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院长嘛？那么他专门给这个白恩培，包括就说云南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官啊，提供保健医疗服务。说有这个医生啊，在医学界好像有这么个杂志，跟这个杂志讲的时候，他都觉得屈辱，就是说我们要上门到这些领导家里，主动上门给领导家人，甚至是领导的保姆看病。哎，有这个服务，是不是也是给他一保护啊？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院长的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两条了。第一个就是人一有关系，上面一有后台，做事情真是有恃无恐，就是违法做很多。我听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包括打官司啊，包括有些这种跟人家争执的什么事情，就是因为他认识人，所以他就把很多的东西都改掉，搞得你不认识的人就吃亏，就是这样。这种叫那个上面这个人现在叫下来，要不下来的话，他不知道还继续，他这个一百套了。另外还有一个我关心的热点，就是大家现在对医院的东西啊，特别关心。我最近看到一个事情的报道，说有一个人叫杨某某，是不是宿州？我怕搞错哈。他那一个犯罪方法是这样的，他呢就是到给一些病重的人呐、给他们去买人身保险。买了保险以后呢，他又找一些家里的认识的人呢、去伪造车祸，然后呢到各家主要的保险公司啊去赚钱。那么这事情现在已经在调查了，是很大的一个事情。整个一个是专门有一个主谋的，就杨什么的。但是问题是我感兴趣的是，整个这个事情在网上报道的时候啊，他要吸引大家的眼球，他不用谎报什么人寿保险啊或者什么，他用什么呢？就是用医生用尸体来参与犯罪，就是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就因为这个伪造撞车，这个人是生癌死了啊、然后医生给他改了个说他是抢救无效，好像是他撞车死了。所以整医生在这个整个这个事情里边只是其中的是他的工具，是一个环节。但是到新闻出来的时候呢，就医生用尸体来诈骗，哇，这一下子大家就点击进去了。可见我觉得这些标题啊，网络的标题啊，它是看得很准，就是说民众现在对医患矛盾，对医院出事情这个特别敏感，是整个事情挺玄乎的。当然了，我看了他诈骗了5-6案，才诈骗到100多万，挺费周折的。你想想，他必须等那个人快死了，然后制造一个车祸，然后去申报，就这样。我最近其实我去上海也是跟医院的事情就也有点关系吧，因为就是家里人的这个健康问题也去医院啊，这样那样。
我就发现确实这个医患矛盾我们讲了那么多年啊，我现在去医院发现他们是改了一些，比如说在那个门上他都贴着不要送红包什么请您配合这些啊，态度各方面我应该说大部分是好的，我只能这么说。那你要跟那个布置后来被人涂掉了啊，真的开玩笑。然后呢你跟他们聊呢，就有的医生啊，你如果真的是有人你就你认识，你跟他聊深了，他也会告诉你，他说确实呢有一些问题在这里呢是过度医疗是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你们也知道，就他也很坦白说你们也知道背后是有利益，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们自己为什么就大家抱怨说他们态度不好这样那样哈，他就跟我讲说，比如说你看这个专家门诊，对吧，他报名就是你这个钱，你这个挂号费是蛮贵的，他呢必须要出来看，就他再大牌的医生，因为他要做科研啊什么，他必须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做，就坐在那里要去接待你，就是至少每周一次他要来见病人。那么他你这个挂号费里面他自己才赚多少钱呢？就几块钱。我说我一个上午看那么多人，一个人几块钱，你觉得我能好好看吗？就人家也有这个，也有这个苦衷。但是我老实说啊，我一直觉得有一个迷思啊，咱们讲医患矛盾，老是说中国就因为人多，所以医院对你态度不好啊，有矛盾呢、啊。但我反过来想啊，比如说我在英国，我就看到他们有时候，我有一次我去打针，就是去验血啊，去打针那种，也很多人排队，然后他一个一个小房子挂个布帘子，就一个进来一个出去这样。那他单位时间内接待的病人，能够处理你的情况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对吧？你不可能你这个看十个，那个能看一百个。但他们的态度就好到还要问你打针怕不怕疼啊，怎么样，还跟你说两句。那你在想，在香港就他就也一样。你再举个例子，如果不是讲医院，你讲那个香港的地铁啊，你像尖沙咀到红磡那种地方多少人，但无论再拥挤的时候，你去跟他讲话，你去问他什么问题，他不可能对你是恶声恶气的，对不对？我觉得就是说人家觉得我一上这个职业，我一穿这个制服，我的职业是来去服务你的。而我们这边呢不光是医院了，很多行业我一穿这个制服你就是来求我的。我觉得这个态度还是有的，就是这种差别还是会有的。这个咱们可能看到的也不太一样。我是既见过这个，像我曾经去北京一个医院去看啊，就是那家伙真是在那个急诊那儿，那个你见的那个医生护士呼牛赶马一样啊，就是完全的不把这个病人当人那样去赶牲口一样那么赶啊，我见过。可是呢我近几年，比如说我在我们石家庄的这个一些医院看病啊，不是因为人家也不认识我，人家不是因为就是人家认识我，他不认识我，我就是跟我哥哥跟我弟弟去看病，我的感觉都挺好的，没有什么暴脾气，就是这种情况你也要看到，就是不是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甚至我有时候对这个我觉得有些地方的护士真的不错，这些小姑娘这个劳动量是很大的，但是呢你再见到一些老年病人呢，哎呀爷爷呀奶奶呀什么的，就是中国这个医疗，我所看到的，我觉得某些他也在改善，就是他这个护士长啊每天盯的这个要求也很严格。你要说是这个收红包，我跟你说现在实际上我一说这个有的观众就要骂我，我就是即便不是我出面，人家不知道我们家是我呀，不是因为我是这个好像人家认识，不是这个原因。有的时候的确你处于一个不知道该不该送红包，而且我敢肯定有一些医生他不要红包，他确实不收。那我们琢磨了半天该送多少，该怎么送，怎么各种各样的方法，他的确不收。哎，那我个人的经验倒跟文涛比较相似，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个人的原因，是不是人家特别照顾。但是我刚才那个事情呢，我始终还是在想一个就是那几个医生他到底收了多少钱，要把人家生癌去世的人去冒充成车祸撞死的。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啊，他要是钱又不是很多的话，他们还真不怕以前讲叫天雷打。可是你反过来要问，你应该问就是说他们可能平时的待遇收入确实不太高，所以他才会去做这样的事。不，我觉得这种做这种事情不是待遇高不高能够解释通的。任何一个医生护士也好，如果他把人家生癌死的人去把他变成一个车祸的死，就这个中间要做很多手脚，而他是因为 OK 我的钱不够多，我这个工作很辛苦，我是弱势群体，我觉得这里边就有点怎么讲都讲不通。我觉得如果这样能够解释得通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乱象真是深了。而且你知道，我看这个双百院长啊，这云南俩医院院长都出事儿，你知道吗？就我看那个是他靠什么购买医疗设备啊，或者说什么？你知道，我还曾经就说这个院长没出事儿的时候啊，我看过一个对他的表扬，就说他如何改变了医院的面貌。其实你这么想，你也觉得很可怕。改变医院的，说一个院长做得好啊，是说他创了多少收？哎，我觉得现在我们对一个好医院的都是这样评价，是这样评价吗？这过去赚了几个亿，现在赚了几十个亿，这个院长做得好。连香港的大学都是这样。现在你不说你治了多少病人，你说你挣了多少钱？我天哪！香港学校都是这样，你最有功劳的人是能够拉来捐款，你能够拉来捐款的人是你的政绩是最高的。就是这样。对，我听到学校还有包括就在中国，就是中小学教师你怎么去评价呢？也是你的学生比如说能拿几个奖，然后是你自己啊能有什么办法帮学校挣钱等等，也都是这个样子。是个整体的颠倒。对，我们节目的绩效也是看摆几个罐儿，罐儿越多越成功。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说创收啊，不光是医生要创收，我发现现在病人也创收，病人甚至拿自己的命创收。你看，你知道没有？这次有五月九号有网友爆料，你听说这事儿了吗？湖南汨罗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在手术室捡到病人的遗书，这个病人要动个小手术，手术已经成功了，但是捡到这个遗书，原来这个病人在动手术之前说叮嘱子女，如果手术意外导致死亡，必须索要不低于30万元的赔偿，否则遗体绝不移出医院大门。而且已经把这个30万赔偿款的这个分给谁谁谁家里谁谁都已经安排好了。就是病人的这个医说动手术的医生手术成功了，他捡到了这么一个遗书，下垂身冷汗。就是，哎呦，那所以你看到这种矛盾。哎呀，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保障嘛，就觉得你这个手术成不成功或者怎么样，到底谁来给你做这个保险呢？你相信谁？其实你可以通过买保险，应该是可以有人赔付的吧？如果你出意外的话。我跟你说，现在啊，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前现代国家呀、啊，你觉得前现代国家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啊？就是民间尚存讹诈文化。嗯，就你看啊，这种江湖的混江湖的社会，我跟你说，不要说这个。做电视节目，这个包括这个明星跟剧组之间，不，这个太多领域啊，实际上都存在着某种讹诈。你跟公司之间，往往都存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讹诈关系。我为什么说前现代？我理解，如果进入了比如现代法治真正的这种文明国家啊，这种情况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像这种讹诈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小。法律都存在，但问题是执行是灵活的。我一个朋友最近是，他那个打官司哈，他就说他这种离婚官司啊，他里边专门法律有一条规定，就是那个被告在哪里啊，就应该在哪里打官司。比方说这个被告住在北京吧，他应该在北京打官司。可是呢，他另外一方他说我在西安打官司，你知道吧？那照理说在西安打官司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西安法院的人，而且西安法院也接受他。比方说我不是真的讲西安了，我不能讲人家具体的。为什么？因为他这样对他有好处啊。但是这个明明这个有规定的嘛，这个什么什么都有，都明文有规定的。可是他们就可以通过。那很多人你知道，你一方这样通过，那其他方面也来想办法，也来找人，对不对？那逐渐逐渐就失掉了对规则的信任，越来越依靠人的关系。那最后就变成谁的你的关系强还是我的关系强？对，太糟糕了。而且他有时候他利用，你知道吗？他利用你怕事儿。嗯，你怕事儿，就是我的朋友开厂就遇到过这个。嗯，工人脑溢血啊，脑溢血自己在家里死了。嗯，家里人抬到厂门口啊，就不让你上班啊，赔100万，工伤赔100万。那你知道到最后，公安局也不敢管，因为公安局怕引起这个。骚乱，对吧？所以
到最后我就，所以我就说这个中国现在有的时候是人自为战各自为战呢、啊。你作为企业，你企业老板怎么办？他到最后就雇这个社会上的人呢、啊、拿着那个钢管就准备打呀，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那边抬着棺材就来了，就在你厂门口，两边最后实在收拾你真的打大了，警察来了，但是你在纠纷过程，最近有一个人被打了，那就是庆安那个徐什么徐纯和的律师嗯，在另外一个城市被一群人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把他打了一顿。你看这种事情纯属偶然吗？我很怀疑。所以你讲这个讹诈，其实我觉得这个文化好像挺长时间了。我怎么觉得我在小的时候我在上海我就听说是那个没有工资发就怎么样呢，到厂长家里打毛衣，嗯，就这样一跑到他们家一坐打三天毛衣，然后就说肯定给你发工资了，哎，就这样子。女的是坐地炮，你知道吧？男的是过去分房子的时候我都见过，房管科长正在吃中午饭，进来一工人光着菜刀就剁在桌子上，分不分房子。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多少钱什么房子什么那个转房产多少钱遗产多少钱啊，标的特别清楚一大排，就人家这种。